我今天是我们在马德里的第二天，然后是整个行程的第五天还是第六天？第五天。然后我们今天准备去诺坎普球场，是叫诺坎普吗？诺坎普是巴塞罗那那个伯纳乌。伯纳乌就是，反正就是球场名字不重要，对不对？感觉他们这早上还没开始，我好想知道他们几点钟上班啊？是不是十点？现在已经十点了呀？是不是十二点？今天星期天早班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马德里的人民，我错了。好冷，好冷。哎，有了，哎，啊？就是他，哎，是吧？怎么就到了？这个很冷。对，就是这个站。这火车，哎，这火车？这火车。你怎么知道 ？ADIF 吗 ？ADIF 是火车吗？是吧？猜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出地铁站，然后到球场附近了。给你们看一下后面，看得到吗？有球迷在那儿唱歌。我们两个对足球一窍不通的人完全不懂他们在唱啥，也不知道是哪儿的球迷。皇马吧。我们现在到球场里了，并没有球员在训练呀。之前谁跟我说有人在训练的？是因为我们来的时间不对吗？下午好像有比赛这里。看我的票，我们两个真的完全不懂这些。我们中午去了一家那种餐馆，然后他那个套餐给我们上了七样东西，对，七样东西的一个套餐，包括饮料，然后本来是六样，他还送了一个那种酒，那种 cocktail 调酒，对，那种小杯的鸡尾酒。然后呢，本来是两个人嘛，对吧？就是两杯，但是呢，他不喝，所以我一个人又喝了两杯。我本来说就是不喝，然后你看，这下子好了。但是我一个人吃了两个冰淇淋。但是我还帮你吃了一点，你那酒你可是一点都没喝。我没喝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参观皇宫。Driving on the edge.
哇哦！太美了！我们刚刚从那个马德里王宫出来，里面太酷了，太酷太酷，但是不能拍照，所以就没有不能用照片给你们看。但是你们来马德里的话，一定要去那个王宫参观，真的。特别美，那里面的装饰就是那个壁画，然后那个屋顶，然后那个各种雕塑，然后钟表、家具、餐盘、地毯，就真的超级美，一定要来看。然后我们现在是准备去逛街，对，逛街。我们已经来了5-6天了，还没有逛过街呢。我们今天准备去奢侈消费一下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。现在其实还很早，现在其实只有4点多，但是我们假装现在已经9点了，好不好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